就五五年的。其实五五年的，五六年的，五年两张儿。啊、哦。这个五六年的。那阵儿我放老家，放去了。这个值钱，这当时老板买的时候是100块钱。山西省粮食厅。一个外边十来年了，我没有了。啊，五五年的，这都是什么时间？这个千万二人了，这不贵，三毛这80年随便捡。哦。哎呀，这才3毛钱一张呀。3毛钱还不够收藏工钱呢。3毛钱一张，啥事？用那个手看。别的地点人家他都要贵。嗯。有这样的钱。95年。粮票全不一样。老板开价3毛钱。这钱都很少。这多少钱呢？农村货呀。你看嘛，压一千是2000，就这有一个2000。哎，五百整一些。哦，这2000年的一元了。2000年的，我100块这儿也没，不要嘛耶。哦，这个很少，这个。这都你到银行的老工老干部，你吃了时候带出来的。嗯，市面上流通的少。哎，这很少很少。2000年的一元了，不好带。中村黄的嘛，2000了。2000块钱一枚。2000块钱的，五百人去，有100块这张嘛。粮票的收藏价值不太高，这个2块的，这个了，2块的多少钱？2块多少钱？你自己抽个价就心满意足的价，这就是有朋友给的。敲入敲入任务的啊，都有五角星，还不仅挣到脚了，敲入怪新的，这个看那个太新那个啊，太新了。